强调睡得好、睡得饱，姿势很重要，不只能避免肩颈酸痛，更重要的是 3D 人体工学已经不够看，因为特别来自韩国拥有 4D 曲形专利的智能健康枕已经成为现代人轻松入睡的好帮手。这样子的一个专利的设计，它光这个弧度来讲，它可以帮你做到肩膀的高度有了，整个的支撑，当你的人在上头的时候，有没有，它是完全做到了支撑，不会像一般的棉花的枕头，你睡上去的时候，你的头跟你肩颈的地方可能它有缝隙。不只要好睡，全新智能健康枕还添加内含竹炭的高密度记忆棉，不只是市面上最好的抗菌材质，且能完全支撑容易酸痛的颈部，外加干爽透气，更预防睡眠中多种卫生问题。它这里11项的功能哦，每一项功能在外面单独卖都已经非常贵了，可是我们今天做到了11项的功能，再加上你知道光这个记忆枕然后高密度的记忆枕，外面一个价格要189.98了，那我们今天是两个一对哦，一起带回去是199块钱。强调东森特卖会精选 4D 人体工学设计，还包含最大心意，限时限量，含税免运费。观众查询更多产品讯息，请上东森特卖会官网。东森新闻李宗尧、叶荣智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